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你说 ready? Ready. 难忘今宵。小白兔。两只耳朵。爱吃萝卜。蹦蹦跳跳。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我女儿要被我整疯了。拔萝卜。拔萝卜。嘿呀嘿呀拔不动。嗯没事要跟孩子多做一些亲子互动，我感觉我最近陪他时间就比较少了。反正我这个二逼的小妈妈估计将来也会带出来一个小二货。这就得那你不是二货，妈妈是二货。好亲亲。在土耳其的一个亲戚家，老两口在这边住，然后收留了好多孩子，他外孙的玩具什么的。这两老两口的是一个小三居室，也挺温馨的。看这个血缘东西很奇妙，这是我老公他家族在土耳其的经历。你看我女儿来这儿就跟他玩上了。一点都不害羞，这俩人还在谈事情。土耳其人挺喜欢养花的，家家户户阳台上都放满了花。在喝茶，看见这个表了吗？这个是也是伊朗的一个特产，伊斯法罕那个手工表，比较出名。这个其实比较好搭配，然后深颜色、浅颜色的。都能搭。感官解读好，玩的可 happy 了。现在他们可能是在土耳其生产，时间长了，看他们水果都是切开给的，然后在伊朗的话，水果的话都是整个整个的自己切开。看，这个女主人。放下水果什么的在外边，他那边是腌制了一堆酸菜什么的，自制的什么黄瓜、大蒜啊、花菜什么的，石榴，看，养了好多花儿。老两口住的家里头收拾的，其实他们是也算是土耳其族的人，然后是特别注重家里边那个卫生什么的，就是老两口住也会打扫的比较利落。特别会跟小孩玩，你看我女儿平常我带都不怎么够玩了，然后跟你玩了好久。看我们今天的外貌，外卖是烤鸡加烤土豆，还有一份也是这么多，不知道为什么我老公买这么多干嘛，另外一份还没拆开。嗨 Kimia 哎萨姆哥夫特纳米亚一模还得给人家哎萨姆哥夫特纳一模还得给人家宝宝，哎，宝宝，快，又说忙别别别，人家人家黑虎白别，好吃，好吃啊，好吃，请你哥不得把他说黑的没事哟，你。俺们哥哥，俺们哥哥，你说啊，谢谢他，哥哥哥哥，啊，你啊，谢谢他，
好了，粉丝们想要的小姑子今天给你们带到了。你说娜娜，你说拜。